嘉欣，不管你怎么在意我和安娜的过去，只要过了今天，以后你就可以彻彻底底的放心了。洗好了吗？嗯，洗干净了，幸亏没留下痕迹。刚才是谁找我？哦，律师事务所给你送来了一份文件。嘉欣，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这个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双方离婚后，男方需按月支付赡养费。考虑到女方的经济能力与受教育程度，孩子的监护权归男方所有，同时女方自愿放弃探视。如因不可抗原因失去孩子，女方应立即同意与男方离婚。这就是昨晚西义非要给沈律师打电话做的决定啊。昨晚？是啊，昨晚我跟西义有聊到你们的未来，他说希望在年会之前让你清楚他的立场，所以就打电话给沈律师说修改了离婚协议。我没想到他的决定竟然是这样的。他竟然连孩子没有出生的情况都想到了，为什么要这么诅咒我的孩子？嘉欣，你不要这样。我可以离婚，可以不要王希怡，但是谁也不能带走我的孩子。陈嘉欣，对不起，只有你离开了，希怡才能回到我的身边。对不起，希怡，安娜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嘉欣呢？嘉欣说他不参加年会了。这戒指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他去哪儿了？希怡，如果嘉欣，你看谁来了？奶奶，安娜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奶奶，我是来给您祝寿，这是我特意给您挑的礼物，希望您能够喜欢。你闭嘴去。希怡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嘉欣的婚戒吗？他人呢？姑姑，你就是墙上那跳芭蕾的。你来干什么？他来能干什么呢？离婚呗。跟嘉欣离婚？哎呦，我先不给你们解释，我去找嘉欣了。希怡，希怡。